啊，那请了。要手烫了是啥啦？别开始了。哎，都是把住口的吧？哎，把住口的吧？半夜十三腐败，对老百姓也腐败，把八两头又把林正光干了，把现在的八两天，就是不要讲那么多。司法腐败。好了，司法腐败，司法腐败，打倒腐败，司法腐败，反对司法腐败。咱们没有打错吧？过来，跟你们一起拍进去。好了，你们一起拍进去。